眼的地方，在我那落叶垂眼的故乡，有一个交烽火台的村庄，我曾和一个叫阿楚的姑娘彼此相依，一起看月亮，嗅着那桂花淡淡的香。那夜的月光仍在天空发亮，今夜它却格外的让人欣赏。阿楚姑娘，乡村的风会不会在远方，让篝火